大約30名市民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，當中不少都是一家大小。他們手拖手捉起人鏈，寓意心連心守護下一代，抗議雙非搶奪港童資源，爭床位，爭政府資源去做產檢，出了世之後去爭學位，爭日常的物資，爭尿片，爭奶粉，咁變咗係即係每一刻我都要去諗下點樣去同佢哋去競爭呢啲嘢咯。發起集會嘅團體表示，雙非孕婦問題已經嚴重影響本港市民嘅生活，希望當局能夠追訴，取消所有雙非子女嘅居港權。我哋其實係最大的目的就係想追溯翻嗰個之前莊豐源案嘅，因為佢莊豐源單案就之後咧就已經好多雙非同嚟咗香港出世。咁其實佢哋而家係嚟咗香港之後咧就又唔喺香港嗰住，咁但係佢哋又嚟香港讀書啊，睇醫生又嚟香港睇啊，咁啊已經係爭咗我哋好多資源咯。代表又話，雖然出年起本港會實施雙非分娩零配額，但係成效有待商榷，促請當局加強杜絕雙非，保障港童嘅權益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黃嘉琳報導。